谢谢，生日快乐，谷总！生日快乐，谷总！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谢谢赵总，你现在是厉害啊，你知道吗？这几天有好几个大老板都跟我打听，居然比预期整整多了30%的认购额啊，实在是厉害，是不是？是。那还不是因为去年总公司两百亿的并购项目做得漂亮，还有大家伙的努力。 我只不过是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，捡了个便宜罢了。哎呦，可不敢这么谦虚啊！好了，大家都去忙吧。好，谢谢。嗯，哎，不过你愿意放弃华夏核电这种超级大单，去给一个刚刚成立2年的小公司做上市，这辛苦不说，其中的风险也很大。我就很好奇啊，你这是什么思路啊？ 我说嘛，小公司的佣金高啊！你看华夏核电那种，这分销费也不过万三，可是呢，还不止一家分，怎么看得上呢？是啊，所以啊，还是小公司，他都是求着咱们，只要 IPO 过会啊，他多少钱都是肯给的。嗯，不像那些大公司，不用打广告，也不用做路演，风险小，收益肯定也少呀。三爪从来不做这种四平八稳的项目，要做就做别人啃不下来的那种。 哎呀，胆子也真是够大的。这风险大，收益自然也大呀。哎，你们猜猜他这一单能拿多少？100万，是一个 percent 呀！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哎，7-8亿的项目，那怪叔叔苦啊，那么高啊！啊，怪不得这么多有钱的男的追他，他都看不上啊。哎呀，到咱这儿就。 哎，帮我把根稍微剪一点啊。香芷啊，我们刚刚都在猜今天中午是不是不用自己买饭了，你就跟大家说今天中午我请客。好嘞，刚刚送到的。 谁送过来的呀？看看。嗨，生日快乐！此时此刻，虽然你拥有美丽的容颜，但我仍想告诉你，有一天，当你老了，多少人爱你风韵妩媚的时光，爱你的美丽出自假意或真情，但唯有一人爱你灵魂的至诚，爱你渐衰的脸上愁苦的风霜。 跟花一起送来的，哦，谢谢。你帮我把花插一下吧。嗯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Qingyu, Happy birthday to my love. 喂，你好，我是湛翔。 哎，大哥，我小学的时候男生才超师追女生呢，况且你这视野太老了吧？是吗？他们跟我讲这是国外一个很有名的事啊，你不喜欢？这样，既然你生日，我用你的名字，咱们在上海开一个最有腔调、最小资的图书馆，怎么样？你一个暴发户开书店，里面能卖什么正经书啊？ 哎，你这个钻石项链实在太贵重了，你知道我不会收的。哎呦喂，我送出去的礼物被退回来，那我的脸往哪放啊？你信箱是不锁的吧？我晚上直接放信箱了。行，今天中午同事怎么跟你过生日啊？我同事很拎得清的，女人过了30岁以后就不再过生日了。那吃什么呀？中午？老规矩，对面日料店点一碗拉面。 就算轻生了。嗯。这个怎么卖啊？这个10块钱3个，还有比这个更真的吗？剩下的是10块钱一个。嗯，那你给我来一个，行不行？3块钱。
上海深路68号，就是这里，我们不见不散哦。 不散。阿姐生日快乐哦！36岁是人生最灿烂的季节，祝阿姐人生之花越开越美丽。生怕别人不知道我36岁了，明明比我大，一口一个阿姐倒是喊得奇迹。阿姐，生日快乐！我最亲爱的大表姐，生日快乐！祝您越来越年轻，越来越漂亮，越来越优秀啊！姑姑祝你生日快乐，年龄什么我就不提了，你自己心里清楚就好。清月，姑父祝你事业有成。 早日当上中国投行界的第一女强人，事业有成，家庭就不要了。兼顾懂不啦？青鱼自己心里有数。36岁嘛，也还可以的，问题不大。现在40岁嫁人的多的是。大伯母祝你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别的都是假的。大伯祝你生日快乐，长命百岁。阿佳，每次看到你过生日，我就晓得第二天我也要老一岁了呀。老什么呀？你是老，阿姐是正当年，不好比的。 喂，爸爸。哎，群里的消息看到了没有啊？看见了呀。你专门打过来就问这个事啊？还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看有什么意思啊？我专程打电话来是给您老人家拜个寿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另外啊，晚上早点回来，我买了大螃蟹的。哎，小生日就不要过了。小生日也要过呀？还有啊，把小婶叫到一起啊。分手啊？ 分手了，什么？分手了，前几天刚分的。这次又为什么呀？性格不合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又是性格不合。哎，你敢不敢换个新鲜的理由啊？你到底要找个什么样子的呀？人别人家找男朋友就是为了结婚，你找男朋友呢，就是陪你过家家呀，看看电影，吃吃饭，送送礼物。哎呀，你说说你这些年找了几个男朋友了？ 你不会再买生日蛋糕吧？买什么生日蛋糕？我有钱公公给你买蛋糕呀！你就奖励晚上回不回来吧。过来，肯定过来，所以一版带好，听凭你老人家发落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挂掉挂掉。这。公司那个又3000万的项目，我又谈妥了。哇，你现在可以啊，成交。哎，我订好位子了呀。老板，老板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. 1997年，在浦东金桥买的人生第一套房子。那时候每平米均价也就3000块钱，31厅，总价不到30万。30一厅，30万，太便宜了吧，哥？大哥，那是你现在觉得便宜，那时候啊，我是全部家当都给铺进去了。哎，哥，后来呢？后来那些房子怎么买的？后来啊。 借钱，东拼西凑，该问的全问过了。那时候啊，那个首付的比例比较低。再后来啊，限购令下来了，就不敢了。所以现在没办法，手里攒了有几套房子。您真是太厉害了。是啊，不行，我得敬您一杯。来来来，敬展老板。谢谢。